对，或者是 C 减 C C flat 到一，也是增三度。那 C flat 到 E sharp 啊 ？C flat 到 E sharp， 你绝对有没有那一块？六个变成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对，很好问题，我不知道。啊，现在没讲完的，大上可以了 ，OK？ 这个原理很简单，所以拆掉了。一个和弦，现在为什么讲度呢？因为和弦，所有和弦都是多少度到多少度转出来的，都是三度的堆积。三度的那个对齐，大上和弦 C 大上和弦是 C 一 G 的嘛 ？C 到一几度啊？三。什么单度啊？大三度。一到 G 呢？小三度。为什么小三度？它音在 F 三度嘛。啊？一到 G 是几？一到 G 是三度了啊 ，E F G， 走几个半音啊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它是三个半音，三个半音就是小三度，所以这个是小三度。这边你们一定要注意听哦，尤其是刚才他擦掉的那一部分，会考试的，会考你什么什么到什么到底是大三度还是减三度。就是跟你讲，这个牧师每次都是太快了，所以我每次都要叫他停一下，你们也帮我叫他停一下，他都很快，他就把它擦掉了。那个我随便写的嘛，没有后面才重讲。那你就只好再重讲一遍，对吧？方向对，但路上看不到，没有看不到他的那个写的东西，这个对。所以第大三和弦，我们之前定义说，就是它的 C 大调 ，C 大三和弦是大家的懂，你说对不对？但是另外一个方式去推大三和弦，就是说一个大三度加一个小三度，就是大三和弦 的定义或者是规矩，就是大三度加小三度，就是那个全全半了，全半、哦，其实它跟这个是对应的，等于就是大三度加小三度的意思，这是整个乐理的原理啊。所以第一三和弦。从D开始，如果是大三度是谁啊？哪个位置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这个大三度。就 D 升 F。F 上。F 上。A。再加一个小三度。A。A。这是 A 了。所以另外一方是推三和弦。就是大三度加小三度，也可以推，或者是用哆咪嗦也可以，或是用这种方式推出来一个三和弦。你说我很简单的，我都哆咪嗦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一个很 tricky 的东西，一个 A flat， 那你就不好推了。你是用可以方式，那我就说你这 A flat。没错。这个。我还要讲，还要去讲。你还要讲什么？是不是要擦？擦不擦？擦了擦了。因为我就进入，当你知道大三度、小三度这个，其实就是说一个四个半音和三个半音，然后大三和弦就是大三度加小三度，然后我们现在进入小三和弦。你先最好不要那么快进入，先问问大家是不是都明白这一块，有没有不明白的？还有像刚才讲的那个度，刚刚有一个人问是 C flat 到 F flat 是谁问的 ？C flat 到 F 在 E 上。C flat 到 E 下，对，它到底首先它是几度啊？三度。三度。它是六个半音。然后呢，它是几个半音的？六个半音。不知道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六个半音。很好的问题哦。我会查一查告诉你，我不知道。所以这六个半音是几度？我不知道。就是三度。OK。啊？
对，西大音是三度，但它有六个半音，它是，但是它这个是特别的半音，三度，它六个半音，如果五个半音就是增三度，但是它这个我不知道。嗯，张琴有问题。哦，所以你说那个大三度和小三度，其实大三度就是全全半，小三度就是全全半，没有啊，没有全全半，就是四个半音，三个半音。哦，大三度是四个半音，小三是三个。啊，大三是四个半音，小三是三个。对，但是我们不用全全半音来数。哦，那个是就是多人，我不会这样数。升降和降降的。好像一到七，我不是全，我是半，全了、对啊，所以不能这样数，就只是数几个半音而已。老师，你能把那个大三和弦从 C 到 A 的那个大三和弦都给我们操练一下吗？你还只教的 D 吗？你给我们把 E 也弄一下，把 C 的 A 给弄完。就是 C 的大三和弦是 C D B D F A， 需不需要吗？你继续做，这个不用写。他叫你弄，弄给我们大家都过一遍嘛，就是指着你。对，你不是只是搞的 D， 你别管。啊，继续往上，往上 E 的吧。这样把 E 搞完，搞到 A。好了，好了，没事。他叫你搞，你搞，你讲太快了。好了，你今天请你们摸一下一的大三，一的往前大三度是多少？你让我们自己写，然后对，自己写。这样自己写，让我们写到 A 嘛，这样让我们拍 practice 一下。哦，上来写对吧？自己写的，就你。自己写的，对，你自己写的。对啊，对吧？没有，是说从一开始你就用大三度这个小三度的概念来自己推出来。他是说用大三度、小三度这个概念自己去推。贝克一一和弦是哪三个音？其实我待会叫你出来写的。对，给你一分钟吧，沉淀一下。对对对，我为什么要待会要全部出来，一个个出来？他待会就要考你们。一个出来写的。其实对于弹的人来讲，这些都对。他会说觉得这个太理论了，太理论。我是很不喜欢搞这种很理论的，因为我是一个弹的人。但是你没理论的话，出了一个很奇怪的和弦的时候，你就没有一个理论基础，不要嘛去。没有理论，你照样要弹。对，照样弹，你怎么弹呢？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弹呢？你知道理论，你弹啊，你过来弹啊，弹给我听。不是个意思，你弹不出来啊，不是弹不出来的问题，弹出来谁？弹不出来，你讲那有什么用？考一百分也没用，这个不难了。这个不难的，最简单。这些他讲的都是乐理。这个理论的，但是你到时候弹的时候，你就不会 care 这个了。问题在不是不是很 care， 因为将来讲三和弦简单了，七和弦呢？七和弦也是三度的堆积，七和弦说如果是大七和弦，它是大三度加小三度加大三度，如果是属七和弦就是大三加小三加小三，就说所有和弦都是这种三度的堆积出来的。OK， 以后慢慢讲。所以你知道三度很重要，因为所有的和弦，甚至九和弦、十一和弦、十三和弦那些我们弹不到的，爵士乐弹到的，它也是这种。三度加出来的，不一定有增加小加大都不有各种 combination。接着讲。好，这个我讲完了，待会要考了，所以我不用多讲，待会你出来写的时候你就会很出来清楚了。现在要讲小三和弦了。可以吗？我们看着讲。刚才大三和弦是 C E G 是大三度加小三度，如果我反过来，这个小三度我改成小三度加大三度，它就是小三和弦，就 C 小 M C minor。 那小三度是哪个音啊？
出来。升 C， 升 C， 到 E flat， B， E flat， B flat， E flat， E flat， 所以 C E flat 这是小三度，从 E flat 到 G 呢？大三度。几个半音啊？二三四个。四个半音，这里三个半音，这四个半音，所以这就是小三度加大三度。所以小三和弦的定义，一个定义就是小三度转大三度。如果用听的，它是哆降咪嗦，听得出来是哆降咪嗦。四十七页教材四十七页下面有讲，教材四十七页白本四十七页。你千万不要看乐理自学指南，对，你用那个你会晕掉的。这为什么我们头到第四堂课完毕以后，那个到第三堂还第四堂完毕以后，我们就叫你先暂时不要看乐理自学指南，我们先来讲这一块，我们用我们的方式讲，讲完之后你再回去做这个乐理自学指南就会容易很多。但是如果你不是听这一块，你自己就一直硬着头皮做下去的话，也可以，但是呢会比较艰难。你讲和弦不用五线谱那几个圈圈，因为那个可能也能花掉，因为这个你还要数它到底什么音的飞声还是什么贝多芬，能不能去猜一个猜，这太累了。我们直接就这样子讲，或者哆咪嗦那样去讲会更直接的，因为弹的时候还是弹哆咪嗦弹的嘛，你不会弹。你不会再转换成那五线谱那个豆角再去弹。好，这个小三和弦就是个定义，小三度叫大三度，弹出来是哆降咪嗦。OK， 那 D minor 呢？ D minor 呢？是哪三个音？ D minor。都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谁不知道啊？你就去弹了，你就琴上面摸啊。D 从 D 开始还是从 D minor？ 从 D 开没有 D minor，D 就是 D，D minor 是和弦，你键盘上面没有 D minor 一个字，和弦就是键盘上面是个 D。从 D 你数三个半音，一二一二三 F， 对 ，F 再数四个半音，一二三四。所以这个什么 D F A， 或者转成简谱是什么 Re Fa La。 OK， 我再做一个然后就大家出来写。其实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你在四十七页下面不是看到它那个写的大三和弦，就五线谱上，对不对？五线谱上那个大三和弦是 C E G， 对不对？它是 C 和弦的 C E G 大三和弦，然后它的小三和弦呢，它的 E 呢把它降一个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知道，任何一个小三和弦，不管是 C 的小三和弦，还是 D 的小三和弦，还是 E 的小三和弦，中间那个音要降一个，第三降半，叫做我们叫第三音，这个就是它的规律。四十七页下面那个就是规律。那如果是真三和弦呢？真三和弦，你看到它在四十七页下面的第三个音哈，它等于是那个 E C E G 那个 G 不是要升吗？所以就是任何的真三和弦的第三个音都要升一个。真三和弦没讲，真三和弦是上一次。对，我现在告诉他们，等于就是说这是快速的死记，快速死记。那如果是减三和弦呢？就是 D 就是 C。C E G 那个 E 跟 G 两个都要降，就表示任何一个减三和弦的第三音跟第五音要降，这就是它的规律。那上个礼拜再讲。好了，小三和弦大家知道的原理了，出来写了。那现在就要考你们了。必须要这样子出来写，或者就键盘上面了。OK， 可以吗？就是我出一个题，哪里出来写。一两个例子，给其他例子没事，我擦掉了，好，不拍了。不是
是你现在上回去，然后你回家就再来深度哇。对。所以大家就一定要记住，就47页、48页哦，今天讲的，还有43页、44页。我们今天基本就是在讲教材的43、44页，还有47、48页。谁先出来？刚才写的时候写英明跟写那个简谱，谁先出来我就提开题目。先写题再讲。OK， 前面先讲题，后面我就出来就行。谁先出来？轮流还是说轮着吧？轮流，需要来了，出来，就哎 ，get ready， 对，王燕，先来，对，我知道，没有你下一个、啊，对 ，get ready， OK， 啊，对去键盘啊，是去键盘看看，比对一下。你们自己上面也可以做啊，自己试试看，也是做出来。要武将吗 ？No。OK。用那个七将，武将吧，三还是将？三不将吧？没有将，只要是三。七，如果一开始对不对？一个半音，两个半音，三个半音在哪里啊？落在鸡，落在鸡了。不用将，不用将。对。不用将，都不将。然后鸡开始四个半音，一二三四，落在 B。好。对吗？所以出来做就你就会很简单的就来出来，做一个简单一点的吧。A minor，先跳过。A minor，对吗？大家？对。对吗？对。Yes。对。OK， 好，没来。写上面，给你一点。一麦。一麦。对吗？对。你去键盘上看，键盘上面看 ，C 到 Re 是不是三个半音？够不着了。去主键键盘看看，去 B， 三个半音出来。嗯。
到 B， B B 到 D 是几个发音？对呀、啊，那个 F sharp， 最后一个 F sharp， 对 ，E minor， 所以呢，对了，然后从 E 到 F 呢，几个发音？不是，这个不算计，就是一二三而已，从这开始就不算，一二三，所以要四个发音是应该，应该是 F sharp。上面在做对吗？积极。好，两个哥哥，来。G minor。所以 B minor 是 G 降 B 跟 D， 会做对吗？能不能用 A sharp 也可以啊，对吧？不可以。如果 A 如果是 A sharp 的话 ，G A sharp 这几度啊？两度，一定是三度。嗯，所以写出来一定是 G B whatever B， 我们升 B 降 B 怎么样 B， 所以不能这样写。因为它的三度的问题，okay， 弹的时候可能会弹到二，我就你这样叫，但是真的来说不是，可以吗？嗯，那我教你一个方法，去写那个 minor， 你找一个你熟悉的知道的 ，G 是什么 ？G，G 和弦 ，GBD，GBD， 然后就降个半音就行，正位，把中间第三音降一下，嗯、这就我刚刚说的，对。把中间降一下，当你一个新的你知道一个找一个你熟悉的已经知道的和弦 G B D， G 是 G 和弦是 G B D， 那 G minor 就是把第三音中间的降半音。再考一个 F 呢 ？F 比较容易一点。如果是 F minor 呢 ？F 的哆咪嗦是什么？F 是什么？法拉多。对，那么 F minor 呢？降哪一个呢？降 A。降 A 啊 ，OK。就是你中找一个你知道的去推，这种那些简单，特别是很 complicated、很 tricky、很少用到的，一下子你不会反应过来的，那你用这种推。因为其实这些都才常用的，你就会熟了，弹得多，对我来说熟了。但是有些很少用到的 A flat minor， 那我就不知道，我要就要去摸出来。那怎么摸呢？就是用一个知道的 A minor， 我用 A， 因为 A flat minor。A flat minor 先搞清楚 A flat minor 的哆咪嗦。A flat 不好搞，我先搞 A minor， 我知道是哆咪嗦，拉哆咪。那 A flat minor 是什么？如果 A minor 是拉哆咪 ，A flat minor 呢？多降半。No， 你这个搞法，你 A flat minor 先搞清楚 A flat 的哆咪嗦是什么。我错了，我反问，我找个 A flat 很麻烦，我 A minor， 然后 A flat minor 我就全部 flat 它一下是了，每个音都 flat 一下。
这是他的方法，这不是我的方法。对，因为你这个，再来坐在再说遍这边说。你这方法我觉得没有，因为你 A flat 很麻烦 ，A flat 已经不熟了。一样的道理。我知道 A， 我要问你是 A flat minor 多少？对，我这个我不熟，但是我知道 A minor。A minor 是什么？拉多咪。然后 A flat minor 呢，就把它每一个都 flat 一下，我就做。对，但你怎么能觉得你这个根据什么那个？你不能每个都那，那每一个你搞就搞乱了。那他其实四十七页下面那个讲的很清楚，他那个规律就在那里，没什么好改变的。OK。所以你如果像你这个的话，人家怎么样记？你怎么知道说？我怎么知道说哪一个 minor 需要三个都 flat？ 很奇怪，因为这个不是，因为你这个 A flat 是 A minor 是这个吗 ？A flat minor 是这个的。那你可以另外方法，他好像是说我先做个 A flat。对。A flat 我已经搞不清楚了。搞清楚。因为我知道 A 是多少，A 是多少啊？搞清楚。那就是拉嘛。啊 ？A 是 A 啥 ？A 和弦。拉升升多咪，对不对？我先从 A 开始。那 A flat 呢 ？A flat 就是每一个都降一下，把它降一下，我变成降一下，这个一下再加上变成一还原了，这个咪就再降一下。那我再 minor 它。就把这第三音 minor 它 okay, 再降一下，出来结果是一样的。他这个大师兄的方法是 work 的啦，只是说你可以自己选择，不乱了，我是不选择这个方法的，跟不一样。各种方法 okay, 但是你先找一个你熟悉，就是已经知道已知的，你知道的那个和弦，再从那个地方修改，在那边去变出来。否则你一开始你 A flat minor 你去考虑这个你。你从那数哦 ，A flat 是这个，然后数的话会很慢，对吗 ？OK 啊 ，A flat， 然后数三个半音，一二三哦，算是这个 B， 不能叫 B， 我只能叫 C flat， 根本就数过去也可以，它会慢。就他这种方法呢，就是很会考试的人，很会读书的人，就这种方法。弹琴也一样，你弹出说，因为你这个不平常不用到的话，那你怎么弹摸呢？你在琴键摸不好，我就这样写啊，以后再去摸，再去弹它嘛。嗯。这边有一个就是 F sharp 的 minor。对，我这样写出来，我这样写。我现在讲完这个 trick 后，就开始 open to， 就说大三、小三和弦都写了，你们出来都写。听明白我这个做法吧？要明白不明白？不明白出来就明白了。OK， 你到位，你到位。厉害了！好，你到位写一个 F sharp minor。哇哦 ！F sharp minor。太复杂了。最常用的，这个和弦是常用的啊。常用啊 ，F sharp。大家做到吗？会累，会累，会累。对吗？好，对。三个。杨华。没搞明白啊。G sharp。我现在搭上小三一起了，都 G sharp， 对，大小的音混在一起。Mm-hmm.
快乐极少。